多謝 Sky 哥哥為我哋介紹咁多茶葉啊！阿業主，我哋去下一個地方噶啦喎。邊度啊？天氣咁熱，梗飲杯凍咖啡先啦。喂，我喺度啊。我梗係知啦，但鏡頭喺度啊嘛。係咪揾食啊？係啊，我又要揾食。喂，攞咖啡啊，冇錯。唔該唔該，兩杯凍咖啡。呢度咧，大人又中意，細路又中意。細路仔都飲咖啡？哦，細路唔飲咖啡嘅，因為咧呢間咖啡店咧好近一個木工廠，而木工廠入邊咧一個神秘嘅男子，啲細路仔好中意。咁我一定都好中意佢啦。嗯，誒就係依一度啦。呢度？呢度？就係依個神秘人。Hello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令人開心嘅白色爸爸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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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係阿李。你又整緊乜嘢啊？哦，我在做木槍呢，跟小孩子呢借個緣啊。每一天我會把整百把的槍分給小孩子。幾多支啊？咁你整俾邊啲小朋友啊？到來的小朋友都可以拿。哦，都可以。全個馬來西亞只有這個地方是免費的，而且是他們爺爺奶奶小時候玩的東西哈。啊，向前弹出去。我试过细个就玩呢个。啊，哇，这样的。好，我记得系细个系红豆定系黑豆啊？豆豆枪啊，细个。这个呢叫做 Jerry 果，那么我们就是香港哥哥。劈下。咁校长啊，你整咗几耐枪啊？35年。呢啲度咧整一年。一年啫。我是全国跑。周围走。你覺得同小孩相處之道係點呢？我們要引導他，要跟他相處。只要你不怕流汗，你不怕辛苦，你不怕肮髒，你會遇到很多貴人會幫助你的。因為我就是現身說法，小孩子就明白了。以身作則，身教。或者都好似你後面寫住咯，堅持，堅持，堅持，説不定時對咩？堅持，堅持，我哋做人要堅持。其實校長嘅教育嘅方式同我都係好接近嘅，我好少干預我個仔，因為大家都係有唔同嘅性格啦、唔同嘅個體啦，最緊要係俾佢哋自由發展。錢錢啊，得噶啦，禁止，就騰騰轉，就菊花園啊，草麥餅，就糯米糍，咦，一樣喎，睇龍船，你唔睇咧？睇，我係睇雞仔 ，OK， 這樣嚇。哇，你 OK 喎，你識背喎，考你第三啊，同年代 OK， 哇，呢個老靈魂啊，哇！我終於明白點解係細路仔好中意嘅爸爸，但我諗唔係淨係細路仔，我諗每一個人見到佢都會好中意佢。我覺得快樂同物質係唔掛鈎嘅，呢度係冇任何所有需要錢買嘅嘢，但係爸爸每一日喺度，佢見到人哋快樂，佢自己都好快樂，同埋佢自己從中都揾到快樂咯。這個是馬來西亞的兩三塊，係咪你講嘅？這個是馬來西亞的。做英国，最喜欢的小孩子最喜欢的，他一定来的。龙琵琶，那么小孩子呢？两三把。他这个竹卷台，竹卷台，小孩子都叫竹鹰台。哦，这个是两三把，这是马来西亚的传统。算你答咗我問題啦，你講兩三波，我原諒你啦。香港的孩子不明白，我唔嬲你啦。只有馬來西亞他才明白，只有馬來西亞他才明白。